刚刚 Richie 有说到说接下来的角色希望大家会喜欢嘛，要不要小小透露一下接下来可能会尝试什么类型的角色？接下来吗？我想尝试的吗？我可能想尝试可能同性恋。哎呦，同性恋呢，是因为呢他很多搭档在一起都是女生，所以他想尝试一下男生。对，原来如此。选到我的 partner 了。 OK， 我知道是谁。为什么你们都懂而我不懂的？ OK 了，我们再一次恭喜 Richie， 也要谢谢你。谢谢恭喜 Richie， 谢谢。